你讲。哈尼。对，答对了。来一首歌给哈尼听。真的对。爱你。对。不是要穿的，我都找不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所以就是间奏猜歌。我们等一下就是听到，我们就直接举手讲出歌名，就算是答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获胜的人就可以真的成为就是王心凌的这个王心凌本人。Honey， 对，答对了。刚那个蛮简单的，点一首歌给 Honey 听。对，等一下，好熟哦，好熟哦，好熟。我不知道，我完全小星星。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十里小星星。啊，噔噔噔噔噔。啊，好来，我。月光。下一夜的我会去哪里？有多大的勇气？ Okay. 我知道了啦，好，你先讲。夏天宁静的海。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。新电神。雷霆国伟。我最近听人家说杨丞琳的歌。歌声在向左，那个歌词真的是多大烦恼，谁的分最多？他都没有重复，对，完全是新的。不哭。对。你本来要猜这个吗？对啊。我先的。有吗？好，让你。好了，让我了。心念心。对。It's alright。老师，我会好好的吗？对，我会好好的。对，爱你。对，不是要穿的，我都找不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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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原来爱与不爱，谁也不能。9-5。哦，我说定了。嗯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成为王心凌。最近的。大年吗？对。对吗？你问我。大年吗？我都已经讲最近的了。不是，有这首歌有荷包蛋。我可以继续说。但是我们把这个胜负再记下来，等到下一次你发新专辑或是演唱会宣传的时候，我们再来 PK。所以恭喜王心凌获得了成为真正的王心凌。